宇宙少女在去年出演了 Queen 的第二季，创造了许多让人难忘的舞台，最终也成功拿下了节目的冠军。天香却在之后迟迟没有回归的消息，一直在今年的3月，成员 Luda 多院宣布约满到期不续约，但将会以宇宙少女的身份继续活动。成员夏天在前日参加了 Queendom Puzzle， 看到他只身一人进入休息室，对比去年和队友们打打闹闹的画面，真的会让粉丝们兴起无限的感慨呢。哇，오랜만이다북적북적했는데언니들이없어서조금외롭기도하고걱정이되긴하는데相信才能够让宇宙少女早日回归，也祝福夏天能够在节目中取得亮眼的成绩吧。